好，小朋友没有看到这一张 draw a house，就是要教你画一个房子。好，它下面已经有给了图片，然后等下你们可以照着那个图片来画。OK，第一个 door 门，window 窗口，roof 屋顶。Chimney，烟囱。Flower，花。Grass，草。Sun，太阳。Tree，树。Cloud，云。好，小朋友，等一下你们可以把它画上。